从现在起，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关键在党。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，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，巩固长期执政地位，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。我们要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，与人民心心相印，想人民之所想，行人民之所主，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。党的二十大闭幕以后啊，你看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同志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延安，瞻仰党的七大会址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同志的旧居，也参观了这个延安革命纪念馆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回顾党在延安的光辉岁月，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，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，弘扬延安精神，坚定历史自信，增强历史主动，发扬斗争精神，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。同志们，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，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，让我们踏上新征程，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。